那这边呢，今天钓大头。这边呢，每年到这个时节呢，啊，上溯到这边的鱼呢，其实最后是中继站。那这边呢，鱼眼就会很多，很丰富。那今天呢，来这边搞大头，搞这一区。这个屏风弄回来了，这个头这边呢，要稍微加强一下，调整一下深浅度，我再给它调浅一点。没用这个浮标呢，基本上比较不用怕那个缠线，缠线几率稍微低一点，会比较好用。那捏成一条，这样子，中间下去凹起来，完了以后啊，好大的很好玩，因为块头大，玩起来就拉起来就很爽。那边一条，我这边要给它钓一条。你现在用这个就是坐标游动式的单钩钓大，好多、哦、大只的，啊，就送。今天呢，给它搞大头一条龙。你不先关起来，它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鱼群几乎都比较容易被带走。那很快就中鱼。中了啦，丢啊啦！丢了！赶快拿，赶快拿，赶快拿！来钓大头一条龙。这个是不是很大？我等一下要钓更大。哎呀，这只是前菜而已，等下钓再更大一点。那你要靠到岸边的，哦，哇，哦，看吧，吃鱼吧，这样玩就很好玩，嗯，哎。我们再接再厉，搞第二条。还在那边呢，有机会的。我来。来了，中了、啊，不丢几只啊？哦，这个也是沉，但是这个我看多大，
啊，到海区了，真有力啦！让它一面打。进港，哇！擦，哦，哎，我姐姐，哎呦，啊！真侪拢袂歹吼，哦，又搞一只，快就比刚刚那一只更大，哎，有爽，继续。有疯狂，疯狂，疯狂的。再来丢吧！哎呀，哦，好刺激啊！来了，哦，这脚可以啊，还拉到这边去啊！摇辛苦了，这只更加大只，
你看，这一只更大只。哦，呀，看大只，这一只更大只。哦，八九十公分。要这个大的其实很爽，但是很累。搞个几次就累了。但是痛痛痒痒的，还蛮舒服的。现在这个水期呢，一定要把握住。疯狂啊！温度啊，恰到好处，这样子，熬锅率比较快。哎呦，终于吃了。还好吧，不知道多大。我这次大，这次大只哦！天哪！哦，躺平。一只比一只大，一只比几只还大只，那么大只，大只，大只。哦，不一样，这套九分钟了。啊，你若钓点的，你捕的，你走水就歹走啊。我今仔算个拍算个钓大头一条龙。
丢了哈，安尼来嘛爽哈，看有其他的竹节，好爽。一段时间而已，来，小莲，一条龙，准备达标啊！宝贝，啊！啊，这是我撇步你的，这我撇步啊，单钩钓大头。下骹有一钉啊，来了来了，有无？你看，那边几分钟就钓伊。有了，有稍微大一点。哦哦哦！我伫遐保障伊尔，我也断一支去。我给他上岸了，哦，嘛真粗啦吼，还阁会使吼。哇塞！呜呼！哎，尺寸都很 OK 啦。哎，寸脚拢袂歹。啊！我们再给他关紧闭。卡位刷仔，马步扎稳一点，因为现在钓的不是小家伙，我们现在钓的是大家伙，那完成最后使命吧。阿杰，丢啊！哎呦，中一啊！啊啊！哇，大只，这个。这个米级的，会做起呢，啊，好，这样子呢也完成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一条龙呢，达标，今麦来放鱼啊，一条龙呢钓大头啊，达标，还有行无？一条龙啊，你看一条龙呢。客家锥，哇！来，来准备放鱼啊！达标放鱼回家。好，今天
对吧？我生意路啊。啊，不过鬼辛苦，好了，我们这样呢，一次放，啊，一次解决，来放鱼，哦，糟了。一条龙呢，钓大头呢，达标，下课回家。